呢，也让一些现在还过得不错的人好好的感恩。有空呢，我们来分享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。等你的留言喽，你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Angel 银晶，欢迎的银，水晶的晶，最新的照片下面 comment 写下 ，Instagram 也可以。马上有艾薇的温室狂花 ，One FM。One FM 7月份新主打艾薇。你好，我是艾薇。要先学习优雅，避免有伤疤，成长蓝图要像个童话，感受不到寒冬或盛夏，有限的世界里往上爬，无处释放的狂热灵魂在崩塌，被设限的自我不再回答，舒适圈里的规则。空管着，要先收敛想法，避免。